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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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2年9月14日啊，单膝啊，大家知唔知道单膝代表乜嘢啊？总之啊，对英女王嘅怀念啊系永不止息嘅。不过今日就讲单膝呢样嘢啊，即系双膝咧，双膝青年就系、是、随欧意华教导你啲仔女啊嘛，系咪啊？一定要跪得好咁样，即系从今以后咁样福建三式啊，露颜鄙膝啊，教呢啲嘢系好事，所以我系鼓励好多嘅香港嘅父母啊，啊快啲就送自己啲仔女去呢个福建啊中学啊小学啊嗰度咧，就去学习一番。呢、这个系因为时也命也运也啊，香港风水轮流转啊嘛，你要学下自己啲仔女啊点样去识跪先得噶嘛，第时揾食架餐嚟噶。有禁欲嘛，得禁欲嘛，有禁欲酸，得禁欲酸，咁啊为之 very good， 咁先系噶嘛。即系我系唔明噶、哦，好多人对福建中学徐欧仪华嗰啲咧，好多批评嘅声音啊，我认为大可不必，系应该啊。啊！发挥香港人嘅精神，早日入学，写埋衰仔纸，衰仔纸好似唔系呢啲喎，是但啦，总之都系噶啦。咁跟住咧就孝顺啊，耳根清净啊，啊，我讲个父母耳根清净啊，啊，从今以后你话点就点，咁啊正啦，系咪？呢、这个徐欧校长除埋其他嘢啦，哇，姓徐嗰个都娶咗好多个女人啊，呢、这个姓欧嘅欧氏啊，徐欧又得，徐富又得，徐三又得，冇人姓三嘅有冇啊？三岛由纪夫啊，识佢唔系姓三噶嘛，姓三岛噶嘛。但系外国嚟讲咧，单膝啦，教你啊，就唔系双膝，点解啊？因为哇，令我谂起一段历史啊，吓嗰阵时就系讲紧一场伟大嘅兵役啊，就系、是、鸦片系咪啊？啊嗰一场咁啊，令到香港啊得以被割让啊，成就咗佢嘅丰功伟业百几年嘅历史，由小渔村就变咗一个国际金融城市，只有英国人先搞得好。如果你俾嗰啲中国佬搞嘅话咧，渔村啊就会搞成一笪烂地，又或者甚至乎系新几内亚啊，即系越战而啊，又或者乌干达、巴基斯坦啊，系向下流动嘅，冇办法啊，都系中国朋友遍天下，驱在阿尔巴尼亚啦啊，乞衣公啊，呢个红七公主义啊，啊十四亿人嘅市场，十四亿就红七公啊，穷啊，酸酸度度啊，仲要算埋你嗰份，哇，真系渣都冇啊，同你讲啊。好走远啲啊！当日上海啊，咪着住条孖烟通都要落嚟，嗰啲人唔穷㗎，嗰啲人好有钱㗎，但係点解要走啊？佢留下十几条友围住佢啊，諗緊点劏佢喎。咁你留低，你又食屎冇生，你游水你有机会见到鲨鱼，有机会见唔到啊，咁你系走定唔走？变可能有一线生机，不变咁啊，人执强拎咗你去主人执啊，以不变应万变啊，结果哇哦，万变不离其宗啊，哼，得闲就写下古仔咁啊，共产党伟大咁样系嘛？啊，附带一提啊，啊，终于揾到呢个习近平嘅真身啊，千年僵尸嚟噶，原来，哎呀，会周围跳跳跳，揾啲细路仔食嘅，吸食嗰啲汁液啊，大家真系小心啊 ！Anyway， 当其时咧，乾隆原本就想行中国嘅礼仪噶，当其时，咁但系英国人就唔同意喎，佢效忠嘅就系英国嘅女王啊，当其时都系女王。你唔得啊！你要三跪而九叩啊！啊，几犀利啊！啊，头又穿，膝头又穿，总之逢亲有棱角嘅嘢都要穿，磨平你咁样系咪？咁但系你啊，清朝啫，你以为你嗰个国安大法可以适用于英国嘅咩？以为英国系凡俗咩？啊，咁啊，乾隆又唔得，佢觉得神见君焉有不规之礼呢？啊，一定要规行矩步，哪管你系朝鲜、越南、葡萄牙、英吉利啊，否则不能谈判。喺英国人就不同啊，我哋维多利亚女王系咪睬你都傻啊？真系最多最多单膝咯，都唔得啊，单膝都唔得，一定要双膝啊！咁结果咪唔同你通商都咁巴闭咁样，然之后啊，先至有呢个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政策，可以话系解释咗点解英人啊
啊，之后大不列颠啊就会拣选香港呢个地方，近邻近广东省啊，你又唔见上海系咪？啲人哋长江海口噶啦，已经反而唔系啊，就拣选咗香港呢个地方啦。点解会近东南亚嘅呢个地方呢？系啊，近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穿过嚟，只不过系一个荒芜小岛啊。点解大不列颠？点解系大不列颠啊？不列颠 （Britain） 系咪？点解英格嚟 （England）？英格里England 咁啊，使用到香港呢个地方啦，因你就成变嗱、啊。以上呢讲紧嘅都系马加尼尔啊传入边嘅一段记载啦吓，咁、啊、就唔同你考古住。But you can see 我哋香港嘅辉煌历史就由英国啊嚟到开启，就由中国嚟到结幕啊。Oh my God, my goodness, what are you doing？冇错啊，佢嚟就系去埋藏一切啊，马列毛。Anyway， 丹室啊就代表住都仲有人嘅尊严，但系亦有尊重。如果讲现代呢啊呢、这个系同总期有关嘅，系嗰种致敬。无论点啊，你见到都唔会从今以后啊爹爹咁样嗰啲。哇，几核突呢个翠欧尔话系咪？你唔好复古啊！呢啲就真系总期啦啊！讲咁多，原来人分九等啊，就真系呢度啦。当你系边疆嘅少数民族，最特别嘅就系佢当你系边疆嘅少数民族，啲乡人啊，啲疆人啊，诶，仲要你感恩戴德添噃，咁啊差啦，系咪？香港人，人哋当你妹仔咁使，但系咧，你作为一个妹仔啊，你应该感受一下，俾妹仔你做已经算好啦，系咪？唔卖你猪仔去柬埔寨，咁你应该多谢佢啊！佢话，啊，难怪啊吓。呢啲就係民意啦，你睇下，即係人哋就送佢一个 F 字啊，唔該佢 off 啊，就唔係 on 啦，走开咁样。冇㗎，呢啲就係民心啊，你见到无论係人走茶凉振英啦啊，我哋嘅嘉英係咪 ?Only you, 啊都走过去纪念我哋嘅英国嘅女王，再加埋仲有边个啊，叶柳淑仪啦啊，就连你特区政府嗰啲行政会议召集人啊，都系饮呢个英国嘅奶水长大嘅啊，所谓生粮不及养粮大啊嘛，所以佢哋好急噶，佢哋都好想啊以此依此为据啦，咁样咁啊可以同呢个国际方面啊互通友好系咪啊？不如即系叶柳淑仪讲啫嘛，同国际啊就更有机会吓、啊、去打开嗰个通道啊啊，佢打开通道俾人喎、啊，系咪？打开通道，打开通道，哇！唔好搞啲咁嘅嘢，临近中秋，你冇办法嘅啊！捞新闻，你删去得人哋嘅肉体，删不了嗰个灵魂，删不了民心。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你连跟不起人哋，人哋千百年嚟有个情，情永在啦啊！你啲野蛮佬，呢、这个马文才，即系甚至乎啊啊，人哋都已经落地又生根噶啦，都仲要将人哋挖开啊！摆落两边，所以香港嘅银纸你见到啦，之前嗰几个系咪？边个咁好？即系包括倒落海，你见到珍宝海鲜坊啦，啊，丹沙填海啊嘛，银纸，哇，真系、哦、绿沉嗰、啊那个。仲有我哋嘅梁祝会，真系啊，佢要拆散呢段情啊。仲有洗脑啊，蔡若莲而家做紧啦，即系嗰个脑部咧，一个人咁样嗰个咧，大家记得嘛？所以先有化蝶系咪啊？齐晒啊！佢自己都知乜嘢事啦，咁但係梁祝你知啦啊，你拆唔散人哋㗎，人哋嘅灵魂喺度，於是乎啊两棵树即係由两个嗰个定方咁啊生出嚟互相挑缠住。你见到啦，呢、这个就係啦，无论係几多个钟都好，香港人都会去排㗎，无论係几多个钟都好，香港人都係会献花㗎，无论係几耐几耐几耐嘅时间都好啊，香港人係永远都唔会忘记大英帝国，因为佢哋就係我哋嘅根啊，我哋嘅宗主国啊，点解？因为佢有文明啊，带俾香港呢个繁荣，有文明就有繁荣，你呢啲係冇文明，你得到嘅只会係千八世香港人嘅呢个历史上嘅唾骂你啊，得到嘅只会係遗臭呢个万年啊，呢、这个
共产魔棍臭屎，历史嘅功过岂容你篡改呢？啊，外国入边 server 各样啊，全部都存在住你嗰啲所有嘅啊历史上嘅过失。1989年、2019年啊，你话喺佢地域入边冇计啦，所以1960年时代你就唯有由嗰啲伤痕文学啊啊咁啊去明白到呢个共产臭屎系几咁迫害呢个忠良，毁坏呢个文明啊，都尚存有万一，即系历史上嘅忠良啊，你见到啊老舍嗰啲系咪啊，归国华侨啊，各样嗰啲啊，无数啊，中国嘅近代文学都可以话1960年就俾佢埋葬咗啦。所以香港人纪念英女王啊，再加埋佢内部嘅官员都纪念英女王，就显示到香港呢个港英时代带嚟繁荣啊嘅呢个大英帝国宗主国下嘅一个地区，唔系共产臭屎所能吓染指得到嘅，仲要人感恩戴德，知唔知呢个字点写啊？有时之鬼啊！啊，有时啊，子丑人卯辰自有未，身有戌害个酉啊，右边就系、是、即系阮擎丹子走出嚟啊，有个牌呢、这个咩字咁样，识唔识啊？吓、啊，嗱、啊，狮头婆都已经系高寿啦，咁所以大家就睇开啲啦，吓、啊，即系今年都好多象征住香港文明嘅事情都陆沉啦，啊，有珍宝海鲜坊啊，以佢咁小气嘅性格去直化，当然就会更加赶急啦。哎呀，到时真係唔知啦，九龙间伊丽莎白仲能唔能够存在啊，仲有伊丽莎白中学、伊丽莎白体育馆嗰啲，可能第时真係㗎变成习近平中学、李克强小学㗎啊，不知道啊吓。咁、啊、但係呢一件事情，纪念英女王呢件事情啊，我哋係没齿难忘，见见到香港人嘅嗰种人情味係共产臭屎所冇嘅，就係、是、咁样。好，今日讲到呢度。